要想夫妻和睦啊，须得让他看见你的长处，而非你委屈自己，随他的喜好改变自己。大嫂子，你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吗？可是又和大爷怄气了，这都已经快成家常便饭了，还有什么可往心里去的？ 世杰呢？怎么不来吃饭？大奶奶，你是不是又犯什么错，惹我儿子不高兴了？这回子倒好，连饭都不吃了。过一会儿去认个错，这么闹下去可不是方啊！可不是我，最近大爷对我可好了，可温柔了，还说以后都要对我好呢。那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呢？大爷见天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也不让我见他。 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惹的。真是越大越不成器了，你家的吃饭就他不在，他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来房子里不出来。哦，还要我亲自去请他不成？老爷，大哥也许是忙碌上了身子，休息休息也是无妨的。忙？我看他是六神无主，倒像是丧了魂的模样。老爷，您别怪媳妇多嘴啊，人总有犯错的时候。对。 当年倭寇之乱，您不就是错把倭寇一千人写成500人了吗？我想想你自己。哎呀，老爷！大奶奶，大奶奶，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跟谁说话？老爷，媳妇儿就不是个圆滑的人，所以我说的话都是实话。老爷既说我是将门虎女，仗义直言也无妨。今儿媳妇儿就仗义直言了。 大爷本来就不喜欢我，才好一点。老爷这么一掺和，大爷又不喜欢我了。大奶奶，老爷，老爷，你别有错吧？老爷，快吃点，快吃点。吃饭，吃饭，快快快，杏儿多吃点啊。反正我饿了。不错，大家多吃一点。老爷，今儿红烧肉烧的特别软，来。 是啊，老爷，你当初让孙武两家绝亲，不就是看中我父亲的兵权，想拉拢我父亲吗？好让他在朝堂上和您一个鼻孔出气，我心里就疼。就算父亲不愿意做，我也会逼他做的。 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和大爷呢？闭嘴！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老爷，你身为长媳，不跟底下的低门利好榜样，反而包庇丈夫，在饭桌上大放厥词，不把长辈放在眼里。老爷，你去祠堂给我跪着，没有我的吩咐不许起来，听到了没有？别生气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你也跪。 嫂子，老爷说去祠堂跪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坐，快坐，哎呦！不愧是我的女儿。 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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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日头照着呢，你们俩这样卿卿我我的，也不嫌臊得慌。谁惹大嫂子生气了？哎呀，哎，玉哥，我问你啊，你喜欢少春什么呀？我们少春为人善良，正直聪慧，有才情，有胆识。 而且，秀色可餐。就这些？就这些还不够啊？这些我都有啊。那大爷怎么不喜欢我呢？还非得喜欢什么弹琴的女子？你看我这手，弹琴弹的。大嫂子别着急，要想夫妻和睦啊，须得让他看见你的长处，而非你委屈自己，随他的喜好改变自己。
他就要喜欢听音律的，你就学弹琴，那米儿喜欢善丹青的，你可要学画画不成？长处啊，是啊，大嫂子不妨想想，自己有什么长处？哎，我哪有什么长处啊，就会点武功。哎，但我在闺阁的时候会打马球，哎呦，我能赢马球技术，要是能参加殿试，得不了状元也能得个榜眼。这可巧了，过几日城外有场马球比赛，各妇女眷都有参加的。 咱们府上只有大嫂子会打马球，届时不妨带着大哥一道去。他是文人，难得参加那种场合，倘或让他看见你在马球场上的英姿，自此念念不忘是一定的。哎，我可不去，那些千金万金的大小姐都不堪一击，我赢是能赢，但是到显得我像生之不武似的。大嫂凭自己的本事拔得头筹，哪里生之不武了？你就是要让他看见你所向披靡的样子，有这样的手段，偏要藏着掖着。 回头又怨大哥不喜欢你，何苦来呢？真的有用？不管有没有用，至少不会让大哥觉得你一无是处啊。试试倒也无妨，就怕他不愿意来呀。大哥哥自然会去的，大嫂子只管上场，剩下的就交给玉楼。交给我？嗯。行。 大哥哥画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画画，打发时间罢了。大哥哥就别闷闷不乐的了，虽说老爷乏了你，但是一家子骨肉，有什么好介怀的？等回头老爷消气儿，我替你说说礼券，啊？劳你费心了，不必了。嗯。大哥哥整日闷在家里，没得闷出病来，城外马球场接受赛事，咱们一块凑凑热闹去吧。你一个人去就好了，我实在没那心思。哎呀，你就同我去吧，听说各大功夫都有人参加。 没准能碰到熟人呢。你们爱热闹的，玩儿尽兴就是了。我去了，反倒扫兴。好啊，不中我的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有点打扰我看书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看那什么？大哥知道我的脾气，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，你又何必逼我呢？花郎。 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！啊！大哥醒了，玉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哥哥别恼，我原是想带你来看大嫂子风姿的，可是我好说歹说，你就是不答应，那我只能出此下策了。 哎，真是胡闹！大哥，你来都来了，就留他看看吧。你让开！大哥哥，大哥哥生气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害我白白摔了一跤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他还能记你的仇不成？我若是出了面，只怕他以为是我挑唆，回头又要怨我。 那人都走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下一局该大嫂子上场了，没准大哥出去会有惊喜。开始。 原来外头才是他天地呢！师兄，好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师兄，师兄，孙夫人可真是英姿飒爽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太厉害了！上次几位同僚栽在他手里，如今想来，那是心服口服啊！就是，就是，这果然将门之女就是不一样。
世界秀，真是好福气啊！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孙夫人真是女中豪杰呀，我可从未见过这般女子啊！哎呀，是我见识浅薄了。我以前总觉得女子就应该饱读诗书嘛，可读书有什么难的？都是这样的女子，横扫千军，才最是难得的。原来。 找你，孙夫人叫你了，快去，去啊，去，去，我真不去了，赶紧去。